关注你过去漫画。小狂生，你好不仗义，辱骂高官，见了半将军，不跪不参，该担何罪呀？该担无罪。该担无罪，呵呵，你这话真嘅？你又填哪了？娘，你领尽万斗粮，食尽千钟禄啊！自当爱民若赤，方能无。姓甚名谁？意欲何往啊？小民姓伦，名相如，熟读万卷诗书，略晓兴亡国策。此去远赴召京，愿能一身抱负。如今强论虎视眈眈，民不聊生，愿以十年苦读之功，一卷应变康氏之
察啊！用以十年苦读此功，一显应变康氏之策，真是大言不惭啊！书生语轻狂的令人说，可笑不白焉能为而勾照，白衣言论太无聊，暗廉颇南征和北照，功劳叠叠该令人笑啊！我则过横马破齐呀兵，鞍马将轻骑人知，还论相言，太平受用无罪行，乱世存疑，箭在腰木金，七国纷乱，书生百目一用，思想起来真是令人哭笑。啊哈！哇哈！哇哈！我笑你寒愚，书生无一用，难道你笑我战功彪炳满当朝？非也，我笑你一战功成，常夸耀万里战云未尽消，尚有强秦是稀渺，还需我文韬武略拆千条。我呸！你是唐飞党居上风流，今次那井底之蛙雨夜无惑了，只有阿廉颇可以抗强秦，只有阿廉颇能勾照。哇！论相遇，你既自夸其才，老夫都要看看你读的是什么经书哪来。我读是什么经书，却是一般书册，百无一用，投资逐流反为快。好嘅，哎呀，哈！小书生，你也在寒窗徒劳时，一郎书册送公子，有此人啊！
将军要话嘞，要啊！你。你有何本事可以于壁贵之话？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将军，在你小姐何来呀？大王，老臣是笑论相遇，是一介余生有何才智？可以于壁归赵，赵老臣看来拒绝秦氏所求，若然秦邦兴师问罪，就由老臣率领五万精兵与秦将周旋啦！哈哈！你因何花笑啊？相遇笑老将军徒此匹夫之勇啊！我徒此匹夫之勇啊嘛！我把你个论相遇，你这小余生，双眼脸婆蓝。征北赵，正是东坡齐兵，南京韩魏，哪怕不少汗马功劳，难道是眼不能抵抗秦兵？你这小小余生，便可以完璧归赵吗？老将军。请问我国有多少兵马呢？精兵十万，要骑五千。又譬如秦邦有多少人马？精兵一百万，要骑五十万。相如再问老将军，譬如我国有多少粮草？米粮五十万石，牛羊鸡猪一百万头。譬如秦邦又有多少粮草呢？米粮三百万石，牛羊鸡猪不计其数。好一个不计其数，敌众我寡，试问如何取胜啊？国此以年啊，秦邦如巨浪，螳臂焉能将举挡？匹夫之勇取灭亡，破齐轻易如反掌，拒秦难以屠巨浪。我愿凭才智入咸阳，愿壁归赵，言不那丧。啊，论先生言之有理，老将军切莫轻举妄动啊！啊，论先生，孤王就命你立即前去护壁入秦，小心行事啊！命阿子，万日。论相遇，我来问你，你有何才智可以完璧归赵啊？啊，力有田，有强；力有田，有强。天大了，强。将军手持八万那兵。书生空有千言策，武能屈
刑罚，只可服秦王，愿凭热血洒秦街，管家江老浅咸阳，逼在边人串，逼毁人亦丧，林言正义冠云那宵，磅礴气号冲日月，照邦人尚有寒灯至未亡，神不哭烈直牺牲人万郎，神不哭苏秦又衰六国的王，定能理直压强秦，保宁国威无失丧。哇！哎呀！哎呀！父老，你疯了不成？哎呀！为父并非疯癫啊！你并非疯癫。因何用银钗刺向儿鼻上呢？娘子，此去咸阳，秦国竟又怕一时难消八万兵。父老为国为民，早已置身死于道外了。相如此生能报国，纵然一死亦光荣。父老不辞光荣，还将命碎市场，一身护壁系安危，八万的黎民将唤醒，强秦虎视眈眈，赵国臣民俱皆警醒。但岂有儿能继后，却愁无知真家声。倘有不测，我定会分子成才，依照父老嘅意思嘅。言无当可尽渠路，但如此未必从无名。我谷之欲之，如何艰辛，也会继承父子。为使孩儿坚立志，我用银钗刺臂，永留形啊！我要将一个国字刺在孩儿臂上，待他日长大成人，爱民爱国啊！爱民爱国。
在冒心问哪。
沉舟驶破万里冰，出城气概冲牛斗，破关热血杀秦那庭，破关热血杀秦庭，相约不是情应下，又胜寻沙子。以康的之计强争夺取，不以为然，倘得此逼，便贸然欺人。所以哀臣绝不必大王得此逼的。哎呀，大夫不必如此，国王愿以城换逼啊。如此看来，快将城池两家换啫！大夫啊，大夫，你先将碧玉情沽，故便将城池签约。大王无信义，怎服人啊？寡君啊，送碧心诚也狠，五天斋戒，习惯
困的神，早不朝，宵不的寝，食不语，坐不行，非分啊公我，不准留公夜跟妈。大王，你是七国之首，焉能言而无信？倘若得此璧，也要斋戒五天，还要宴请列位爱臣到来观看，那是相遇吗？呀，自当把璧玉呈上。论相遇，你休得无礼啊！哎，若再相逼，按头颅与璧碎扯。啊，慢慢慢慢慢，哎呀！不能死何相助？哎呀，大祸啊！哎呀，相公，老夫多忧得罪，大祸得坏呀！哎，相公，因何不打？因何不打？